处禁止停放电动车。还没拿到。
快换。哎呦，我回去给卫星去搞搞。凡是要求先卸载安全防护软件，或要求 iPhone 手机用户登录他人 ID 的，都是诈骗。凡是要求不让家人知道、不能信任其他警察或银行人员的，都是骗子。万一遭遇了风险，该怎么办呢？赶紧第一时间报警呀！